大家好，我们是 Project All Star P A S， 我是 Elman， 我是 Spongy， 我是 Kiro， 我是 Humphrey， 我是 Yuji， 我是 PC， 我是 Sean Z， 我是 Edmund， 还有一个没有来，他在那边。首先要恭喜 Project All Star 代表马来西亚到韩国参加比赛，得到第二名。因为刚开始的时候，Yuro找到我，跟我讲要去韩国比赛，然后也跟我商讨这些很多的问题啊之类的。过后就找到很多不同的 member， 然后也是 from 大多数都是 from 韩国 mix 啦。这样子啊，Yuro 就会 appoint 我做这个 leader 啦。然后还有 Spongy 也是其中一个 leader 之一。因为我们也之前有跳过蛮久，也是based on我们的经验去选剩下来的选手。所以当时我们在讨论的时候，其实也蛮伤头脑的。其实就经过了一个商讨以后，最后选出了这11位一起去韩国比赛的成员这个队伍。第一个的话肯定是天气哦，因为跟马来西亚天气很不一样啊，因为韩国天气比较冷，而我们那边空气那些东西都比较辛苦。然后第二点就是人哦，观众，因为我们在马来西亚比赛都会遇到朋友，都会帮忙支持啦、鼓励啊，就什么。去了韩国人生地不熟，谁都不认识，所以就比较紧张。韩国当然是안녕하세요，哎，冷了又，比赛那个只是去玩玩吧。哦。我的话呢，我是觉得食物啦，因为我本身都是我去旅行，我一定是吃东西，肯定是找那些当地的东西来吃。想吃想吃。刚好我有我身边的朋友，就是 Lee 跟李俊啊，就他们也是很喜欢吃。因为一起带我们三个就一起走，大部分的店然后就找那些好吃的东西，就比如讲马来西亚没有的，就比如冷面的，很好吃的那个。价钱真的很美哦，就很贵哦，比较贵哦。没，几十千起跳，我们吃的东西。我第一次去韩国，对我来说完全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一个体验啊。因为我喜欢那里的食物、那里的人、那里的气候、那里的环境，对我来说，我本来我是很爱马来西亚的，马来西亚真的是哇，对我来说是 best，I am Malaysian。反正我去韩国，我很想变韩国。但是韩国。第一次去韩国，而且是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我觉得非常的感恩。做起来，跳舞。就是他们的底子，他们的基础都是很好，而且无论是30岁到80岁，他们都会很乐意去跳舞。那时候我们也看到很多不同年龄层的男生来去跳舞，所以我觉得跟马来西亚最大的分别就是他们很热爱舞蹈。K-pop 这个东西，因为是源自他们的国家嘛，所以当然是韩国人做，当然是会比较硬啦，你懂不懂？我们马来西亚就是像阿邦这样就差一点嘛。比赛的那个东西来说呢，其实他们会比较多看舞蹈上的东西。因为我们马来西亚的 K-pop 比较不一样，是我们还要看你像不像啊，你的舞蹈啊、creativity 啊，你怎样看 mix 的那种很多东西。其实我们马来西亚的 criteria 其实也蛮多的东西去考虑的。韩国的 K-pop 呢，它不管你会不会看到像还是谁，你的舞蹈上做好的话就很好了。因为毕竟不是一个跳舞比赛，他们把跳舞真的是做得非常好。这是我们最佩服的一个点。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以我从开始跳 K-pop 到现在，我是从来没有看过有一组是可以到50多个人、60多个人站在台上。所以你们可以想象到他们的担心是有多么的团结。不是讲马来西亚不团结，可以再更好一点。这次去韩国比赛，我是带着一个比较轻松的心情去啊，因为毕竟都难得有机会去到韩国比赛了，难道你要带着很紧张的心情去，然后浪费掉那个机会吗？你要去那边享受那个环境啊。但是上台前当然还是很紧张啊，不过也顺利的比完比赛了，也拿到了一些成就，心里还是很开心。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被 Elman 叫啊，讲要去比赛的时候，当然是兴奋啊，因为有这个机会去出国比赛，而且代表马来西亚。可是当我一知道我们的队友有谁的时候，我就很压力，因为 Spongy 在，哇呀，江妹，又有 Hobby 啊。
我还会讲他们的不够我厉害，我的压力也太低了。一开始我就觉得他们说是很厉害的，我就不是很敢。然后一开始练习的时候会很压力，要怕我讲好讲做我做不好，怕跳错啊。可是压力继续，就是一直这样子练，压力就慢慢就减掉了。过后又可以一起去比赛，然后就一起坐飞机，一起那边一起吃什么都一起这样子，所以就紧张的时候就没有很紧张了，然后这样子。有压力，我怕这帮小孩子不够我厉害。就是有压力啦，压力在他们年轻，然后 K-pop 是我第一次参加，虽然有拿到不错成绩啦，可能上台的时候还是很压力，然后我怕我不够那种帅的东西，然后所以演真的是有一点帅啊，所以。当然最想感谢当然是 sponsor 我们去这个比赛的所有的好心人，耶、yeah! ！当然呢是 Sketches 啊 ，Sketches。还有 SCR 99、yeah! 还有 M Pharmacy、yeah! Wetman、yeah! 可以到他们的 website 去买他们的衣服，还有最重要的还是 Studio Sponsor Mastery Entertainment、yeah! 没有 Studio 我们怎样来练舞呢，就是没有练舞怎样拿到这个呢、然后还有一点最重要的是，因为我们出发去韩国比赛的时候是需要一笔资金让我们去买机票，所以我们很感谢87 Dance Studio 的 Miko 老师在当下雪中送炭，暂时资助一些资金让我们可以提前买机票，真的非常感谢。谢谢。感谢尤若介绍我们这个机会，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去韩国比赛。接下来呢，我也要感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，当然是柳俊香 Lman 推荐我和 BC 去的。谢谢你们这个珍贵的机会，让我们去体验这个不一样的东西。因为在马来西亚完全是很少人可以有这些机会去外面表演嘛，而且是这种大型比赛还是在韩国，非常感恩。还有这两位 leader 的耐心的指导啊，跟我们请教啊。然后提前付出一些努力，让我们的 practice 更加的顺畅，让我们可以获得这个珍贵的东西。耶、yeah, ，很好。其实他叫我们上台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自己拿的是什么奖，然后我们也没有人看得懂韩文，但是我们不明白他们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。所以我们之后我们才知道我们拿到的是第二名，所以有点像那种过山车的感觉，这样就是绝望了过后又有希望那样的感觉。自己的事。我其实老实讲，那时候我是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因为我是在看了很多美。然后我们就报名的时候，那时是反应不过来了，因为一开始就讲完名字，我们就面试，然后我们就上去，然后就很快的讲，然后还是讲看不到他们的，我们直接听得懂这个字吧，我们就讲，大概是这个走下去，我们就下去哦。所以那时拍的照片又有拍了，我们 post 的照片都是很懵逼，我们就是两个，到下来了，我们才反应得来，才懂得那个感激的那些心情啊，感动，那个时候才上来。所以其实那个心情是从看着美女，到欣赏的心情，然后上到去到下到蹦反应不过来，到下回来才懂得那个感激感动，那些才涌了出来，眼泪有发光了。可是这种在所难免啊，毕竟我们都有练习，而且那时候我 PC 跟 Z 我们学校都有考试，所以那时我们好像今天练习明天早上8点就考试，我是说最严重了，我练到这里练到4点7点就要去学校考试，是完全没有睡的。所以男人跟老阿妈有什么耶，这些努力换来的感动都是我觉得是值得嘛，毕竟年轻都想疯一次。耶、yeah! yeah! 比赛的日期撞到我们的考试，我们的反应，因为我是考试读大学啊，那个时候就要一面读书一面练舞，一面读书一面练舞，然后他们会比我早去，我20号才去，他们是18号就过去啊，他们会比较早，因为我19号有一个考试，所以我20号才过去，20号我自己一个人，需要自己一个人坐飞机，需要 OK 啊，很简单，需要用自己一个人搭 MRT 的那个什么 L 什么火车，然后要找那个火车，要不了，有事我去问你啦 ，OK 啦。我女朋友刚好在那天，就是我们要飞的过后一天。生日，然后我就，
我觉得你们能理解，我要抉择在如何提早来弥补这个提早庆祝生日这一块，而且是21岁生日，所以是我觉得是对于每个人都蛮重要的，所以我就做了一些事情，然后来也 balance 了双方处理这个事情的。怎样啊？怎样讲一下做什么事情？哎啊！有是有的，如果要 compare 我们这里跟他们那边的分别就是了，他们那边除了跳舞以外，因为他们的舞者真的是 focus full time 跳舞，所以他们每一个舞者真的是很 balance。 而这里不一样的分别就是我们除了自己是 dancer 以外，我们可能还有别的工作啊，还是有些是学生啊，有些是做其他工作，所以对我们这边跳舞来说呢，我们的舞者会比较吃力。如果是 full time 的话来讲呢，不是不能啊，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。比起韩国人说他们，再加上其实韩国的 full time 跟马来西亚的 full time 是两回事。马来西亚的 full time 呢，其实就是也是 freelancer， 就是等人叫啊那里啊。他们韩国的 dancer 是 under 个公司，所以他们可能可以讲是有定量啊那一种，所以他们是真正的 full time 是有可能有 EPF 啊什么那些东西。可是我们马来西亚如果是所谓的 full time dancer 是一直等人叫做工的，所以也是。其实最主要是要配服，就是韩国人他们的 talent management 这一块是做到非常好的。其实我们马来西亚也是有很多，可是呢他们就那个管理确实是没有韩国那么好了。OK， 然后呢其实马来西亚的 dancer 也比较蛮危险，因为不是说每一天都有 show， 所以就是有 show 才见，然后其他时间就是等然后那个钱也是等。练习的时候也没有钱啊，而且他们那边刚刚他讲到好像有定量这些东西，我们这里就真的是没有，就有 show 有的表演我们才有钱拿、啊、可是那种去比赛什么啊肯定是包在一起的，可能真的是不够，真的是不够。可是最主要呢，我觉得马来西亚单车不够努力去练舞吧。因为为什么外国可以做到这样子，他们需要单车 这种人、嗯、这个行业，马来西亚不需要。就马来西亚的单车证明不到单车是什么，然后你有没有那个厉害的地方给我看到，可能有。马来西亚有5-10个，少数了，可能是很少、啊，真的是去练的，不多，我自己也不练。Project 2 PAS， 记得点击订阅哦，还有 follow 我们 Instagram， 打开小铃铛。